全部是胡姬花哎、欸。Yeah, welcome. Singapore is a garden city. 我看到你这身打扮，我就想到了这个新加坡小姐，就是这样。Miss Singapore. Yes, 你忘记戴皇冠了。哎呀，我不敢当啦，我可能不是 Singapore 啦，我可能是 Miss Gaboy 啦。Gaboy 切切，不会啦，切切，你才美啦，你美，你这样白白啊。白也是很白吗？你瘦瘦的多么好！我的衣服切，你看我们在一起就有像有新加坡的那个花园城市，你又很像那个。我是什么一个？来佛士女后啊，来佛士女女子。看到这个白色，想到这个来佛士了哈。哎呀，确实有 reference 有没有？我是不是那个来佛士那个门柱啊？那边柱子。那一天我有看你的直播啊，啊是，你就是苦口婆心的跟我们线上的朋友说，哎呀，这个歌手唱歌的。时候希望大家呢就是可以留守住、哦、对对 对, 对, 对哇你有看到哎、欸啊、我非常的被你说服了是吗对因为你说的句句有道理了对我说的就差点哭了讲真的对不对讲真的真的要哭了有没有留守有没有留守有大家都有留守我指的这边是因为是留言板在这边因为他讲的真的有道理啦他就说因为、啊、这些艺人、哦、他们也是用心的去学一些歌对对对然后一些学一些新歌老歌、嗯、旧歌然后又用心的打扮对你们知道每次、哦、这个直播很奇怪从以前到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传统啦什么传统那个唱歌的时候因为那个人会掉一点点一点点对对对对对因为他说看人说有说无啦对啦对啦就是这个也是很能理解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平时的压力挺大听搞笑是很能理解不过大家也留守一下给我们歌手一点鼓励对对对一点支持因为我们其实从下午就开始哇打扮啦画美美啦穿美美啦然后平时还要还画美美对啊平时还要学歌啊什么的对不对化妆不辛苦、啊什么是辛苦的呢、啊、什么是更累比化妆更累的呢、嗯、是卸妆好累哦卸妆对我卸妆的时候都要几层呢你知道吗先用卸妆油才用洗面奶所以你保养得很好吗有人留托你留言说我是青蛇谢谢、嗯欸对哦、如果我是青蛇的话您就是我是白蛇吗难道您对这个 古代的武侠小说、清楚吗青蛇白蛇还有一个男的那个书生书生是叫啥名啊那个啊许仙许仙哎呀看不出来许仙好厉害然后被是他是被谁镇压住了、啊、法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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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厉害法海法海你是看戏看戏能够得到这个故事的还是看书看电视看电视剧、嗯、我对法海比较熟法海所以呢刚刚呢我们很太多人要点唱别知己了、啊、这首歌你学了很久吗其实还好因为当时的时候我不知道其实是在我直播第一场的时候就有人点唱哇什么别知己对啊第一场到现在才学会哇塞没有因为要学的歌很多嘞你知道吗没有我前几场就学会了、啊、然后就哎什么歌曲啊别知己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哎、嗯、真的很好听哎我就去学了、嗯、对了对对对对没想到我唱的时候呢在我在直播唱的时候他们说已经是成为很马来西亚这新马一代的国歌这个这个裴维章就来心没哇点点 comment 啊无白的你俩包括三个你俩别自己别自己好啦乖啦乖我哪有看到了我们在对对对我们在福建话还是福建话你听有无、啊、所以呢齁白蛇传里面的青白蛇青蛇是那个比较好的还是白蛇是那个被收走的应该白蛇传吗哦白蛇传你是主角你是主角是所以我们别自己要的朋友今天找全部的歌星了只有远景一位会唱但是呢我看到有很多的哎，有很多的歌名都写对啊 Lady Bird Man 什么叫 Lady Bird、有这样的名字、啊、女鸟人不会吧Lady Bird 红什么、啊、红什么红蜘蛛屁啦 Lady Bird 是萤火虫对 Lady Bird 是那个红甲虫，甲虫，甲虫，甲壳虫，甲虫，甲虫。说到这个哈，其实有很多话哈，在新加坡讲的跟在中国讲的就不一样啊，真的真的，可能我们讲说那个 kiwi 啊
kiwi 奇异果，奇异果，你们那边中国叫猕猴桃，猕猴桃，猕猴桃，什么猕猴桃？猕猴桃，对啊，我一开始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这个猕猴桃是什么东西耶，跟猴有关吗？还是长得比哦？后来看、啊、哦，可能它有那个猴子的那个毛毛了，所以上海不叫猕猴桃，上海叫猕猴桃啊。哎，然后你自己不知道？不是，最早的时候，其实老实讲，这个猕猴桃在中国还没有。啊、哦，比较少哈、啊，后来才有对、哦，猕猴桃。其实因为可能是从国外运过来 ，kiwi fruit 他们叫猕猴桃。猕猴桃。那天我去那个上那个超市啊、嗯，然后我不知道，如果你听这个口音啊，你猜一下他是哪里来的？他就在讲电话嘛，他说：“哎，你买那个东西干啥、啊？”干啥？应该是北方人嘛，啊、北方人就是啥啥啥。我们这边新加坡就说：“哎，你买那个东西做梦啊？”做梦对。我就是刚刚学来了新加坡的时候，我学回去的时候我就学这个做梦做梦，他说做我的上海朋友听错，怎么做梦？你一天到晚做梦啊，做梦。做梦哈，你还在做梦，所以他们那边干啥？啊，上海呢？上海不算北边的啦。啊，上海算华东地区。那如果买这个东西做梦，上海你们怎么说？做啥？买个这么子做啥？啊，买这个做啥？妈，我一定要登去做啥了。不是自杀嘞、啊，不是自杀嘞，不是自杀嘞。Okay, 买这个东西做梦，再讲多一次。买个什么是自杀？买这个做梦是自杀。对对，因为又是一个文化的交流的一天。对啊，对啊，很多。其实，在新加坡、哦、那个菠萝、凤梨嘛，啊，来嘛，我们来，我们叫黄梨。对，在中国是叫菠萝啊。叫菠萝。对啊。所以我去那个香港哦，吃那个菠萝包，我以为有 pineapple 在上面，也没有啊，没有、啊，就只有脆脆的那个在上面、啊。可能它上面长得像菠萝吗？哎，你有脑哎、欸啊！我本来就有脑嘛。哎呦，智慧与美貌并存，除了我还有你啊。也要连带我自己夸一下，不是因为前面没有那么伟大，所以我是有脑的。哦，你是说，哦，所以你也是有脑的，无胸有脑。Okay. 老师 ，OK， 别自己哈，我们再一次，这首歌很像为你量身定做的这样嘞，两次都是他们为你一个人伴奏。对对对对。好，所以我就在说，大家一定要留守线上，不光是看我，也是听老师的。我决定了，杰出的伴奏，一定要去学别自己。嗯。可以啊，很好啊。如果我学不来，哈哈，我就嫁给你儿子。不错、啊，嫁给我儿子其实不错哎、欸。他现在要做抖音红人哎、欸。那我们就马上呢带给您这首 OK， 留守在我们的直播间，远景在加码的一首歌曲，为了您 ，For you 啊 ，Special for you， 特别送给你。Hello， 小马 ，Are you here？ 来 ，Can somebody take 小马 to come in please？ 来 ，take 他 ，take 他。月亮冷冷的挂在天上，他也知道明天将是一场离别，我们生起火堆成七个儿，跳起舞来，趁着酒意诉说这一生的悲与喜。我的朋友，你别再多愁善感，昨天已经过去，所有的伤心和烦恼已离去，你要相信明天的天空会更蔚蓝。黑色黑色梦相信明天的天空会更蔚蓝。
是不觉的天就亮起了，我们沉睡了黑夜，沉睡了星辰，在你踏上离别的火车那一刻，我只顾着流泪，忘了回首，忘了说再见，今天是 Esa Esa Mon， 你知道什么语言吗？不知道哎。这个是彝族，西班牙语。彝族没有了。彝族，彝族，因为这个这个海莱阿木、啊、这个原创作者是彝族人，彝族人、演唱者也是他。那彝族的头叫彝头，彝头。彝族的身体叫彝体、啊，还是芋头嘞？芋头，芋头是皇家第五个妹妹，叫芋头。是吗？芋音芋香芋凤芋头。其实我在这里面啊、在我的直播当中有教过这句话，怎么样唱？蒙啊，哎，唔知唔知？会使蒙啊，会使蒙。后面一句嘞要连起来的吗？你教我唱一下彝族的歌。彝族的歌，那我们用华语跟这个福建。我教那个会使会使蒙那边。不要爱上梦啦，那你唱准一点呐、啊，你唱了袂准。爱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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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知道吗？爱上爱上无，那爱上爱上无。由发唱就不一样了，是怎么样？我龙中伯母，伯母龙中伯母。后面一句要连贯了，知道吗？原来这首歌叫爱上爱上梦，还有小心一点呐、啊，喝醉酒的人家听。爱上啦，爱上不、哦，后面因为后面一句是连起来，爱上爱上爱上不，那爱上爱上不，爱上爱上不，后面怎么样？那秋秋不秋不，啊，秋不爱上不，好啦好啦，志伟有听到你的爱心呢了啦 ，OK， 今天给你的这个自摸十三台暗港啊那款，爱上爱上梦啦。当初茫茫懵啊，看你是要懵过咯，懵恁囝还是懵出来狗啊，出来猫啊，还是懵病、懵毒拢做会使。好，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我们时间呢要把握住哦。好，那希望呢大家呢继续的帮我们按赞、分享，再多一个分享，再多一个赞 ，OK？ 谢谢你们，感激不尽。